儿媳妇这样太明显了。从这下面，从这下面。哦，姜还是老底辣啊！你别笑，还是爸想的周到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面呀？对啊，还有蛋挞呢。哦，还有蛋挞呀。好，来，今天先吃鸡蛋，给你们分享鸡蛋啊。好。儿媳妇三个蛋，儿子三个蛋，是呀吧？孩子多好啊！老公，你够吃吗？嗯，非要说的话不够吃。不够吃啊？嗯，那蛋挞也都给你吃吧。哦，这看蛋挞看着不错啊。那我们先吃面吧，这好吃的留最后吃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先吃面。好啊。哎，我不够吃，你这碗也给我吧。你这是什么自私的男人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有我爸在，老婆不敢打我。你说躲我吧。老公，这么把我全部吃的都拿了。嗯。老婆，这还留一口汤给你喝。谁要喝啊？这汤，他太过分了。嗯，算了，那给你吃个鸡蛋吧。